觉我受伤，当云嘲笑我的疯狂，用倔强去反抗，心念在生长，不过终于狂妄，我要世俗安慰着抵抗，灵魂在街道站着一发烫，正义锋芒已势不可挡，迎着血浪枪声一打响，我流血，我受伤，当敌人嘲笑我的疯狂，用倔强去反抗，你心也在生长，与我终于捆绑，我要誓死捍卫的抵抗，灵魂在街道站着一发烫，正义锋芒已势不可挡，新歌发布会的现场。本次活动是由博雅环球有限公司主办，星河红酒红眼圈支持协办，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乔，很高兴能与大家一起来见证浩宇的新歌多少人和我一样的发布。那我看到今天现场啊，来到非常多的嘉宾朋友们，那其中呢也有非常熟悉的身影和面孔，我想他们一定是来支持浩宇而来的。那么下面呢，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本次来到今天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博雅环球影业董事长胡博先生，欢迎您。博雅环球影业董事郭强先生，欢迎您。博雅环球影业董事郭亚晨先生，欢迎您。还有著名的音乐人吴梦琪老师，欢迎您。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非常多的媒体朋友，他们分别是搜狐视频、PPTV、优酷、音乐台、猫扑娱乐、腾讯网、北京广播电视报、第一资讯、东兴娱乐、非凡娱乐、一号杂志、环球音乐、环球娱乐网等十几家媒体朋友们，
更有 YY 花椒、非凡、东兴等直播平台下的旗下的多位美女主播现场直播助力。我代表本次活动的主办方向各位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有请本次发布会的主办方博雅环球有限公司的 CEO 向总来上台致辞，欢迎向总。大家好，我是向宇。首先呢，我代表我们博雅环球的影业的董事长胡波先生以及各位股东，对各位的莅临和支持表示感谢，谢谢大家。其次呢，也希望浩宇能够在他的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然后呢，与公司携手，浩宇和他的29军团乐队能给大家创造出更好的音乐作品带给大家。其次呢，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也说一个喜讯和一个小秘密。那我们博雅环球影业的公司的董事长胡波先生还有郭强先生，他们在寒冷的冬日，在圣诞节即将到临之时，也会给大家亲情献上他们自己的作品单曲《不强求》，在本月的26号会全球首发，也希望在座的所有的朋友和媒体朋友们大家多多支持，好吧。再次谢谢大家的莅临，感谢。好，非常感谢向总的发言，向总请留步。我们稍后呢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的主角孙浩宇，来请浩宇呢发表一下我对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感言，好不好？下面有请孙浩宇上场。浩宇，有没有想对公司说的呢？是这样，做音乐这么多年，其实我要说感谢博雅环球影业，感谢胡博我们老大，感谢强哥，如果没有强哥，我不可能认识老大，也不可能进入博雅环球影业，也感谢博雅环球影业这个团队，包括 CEO 向总还有郭雅晨郭总，非常不容易，我会继续努力，同时也会在这里再感谢一下一直默默支持我的人，彩云姐，包括张艺强强哥，谢谢。对，好，谢谢向总，请向总台下休息。好，那其实刚刚从浩宇的这个发言当中哈，可以感受到浩宇对于公司的一片真诚的心。那同时呢，我们想很多歌迷朋友也期待着你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那接下来呢，我想跟你来聊一聊有关你的这个一些创作方面的故事，好不好？好。我觉得刚刚听了你开场哈，我觉得你唱歌非常棒，而且声音非常好听。你之前是有专门学过音乐吗？是这样，因为我从小热爱音乐，然后因为家里的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就一直热爱。我是从小学武术长大的。哦，学武术。对，我学武术长大的。当然，我在学武术练武术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枯燥和乏味的。那么这个过程呢，我就会去利用业余时间去买个吉他，然后去学习。嗯，对，是这样。哦，那你可以说是你的这个本身是做体育的是吧？那我觉得从专业运动员到如今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哈，你觉得它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啊，就是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没错。对，让我的生命也变得更加精彩。因为我觉得人嘛，就是永远都是你得有追求，你得有梦想，更得有情怀。失败不可怕，可怕是你不努力，对不对？没错。所以说我一直在这条路上驰骋。其实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刚刚上场的时候啊，不仅仅是有孙浩宇，还有他的乐队。那我想问问，浩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玩乐队的呢？玩乐队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特帅，你知道吗？然后就找了几个哥们儿，然后来组建个乐队。对对对，然后你弹吉他，你弹贝斯，你打鼓，这样。对，那个时候就开始玩，在大学的时候。好，那说到乐队呢，我们不如就把你的乐队成员们一起请上台，怎么样？好啊。好，那下面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来有请浩宇他的乐队成员们，有请他们。来了。来，浩宇，简单的跟朋友们介绍一下你的乐队成员们。你俩在这儿吧，我叫他介绍一下。好，
先从这里开始吧。好好好。然后贝斯手卢洪迪，然后是我认识了很多年的好朋友，在音乐上是很多年的合作关系，那么也是觉得哥们儿之间的音乐对，情谊也对，然后就在一起做音乐，对。然后张胜东啊，我们的主音吉他手，对欢迎你。弹得非常牛，对。雪松，我们的键盘手加和声，好。对。然后肖冰，我们的鼓手，哇哈，帅哥，帅不帅？非常帅。你得大声喊一下你的名字。来，我把麦。大家好，我叫郎子硕，谢谢大家。艺名叫小郎。下一位呢？我们的键盘手，哦，键盘手。安军老师，非好，常欢迎您。好。好，那我觉得咱们乐队是不是也有一个这个名字呀？一个。对，是这样的，因为我的音乐呢，在之前还是偏流行一点点。那么现在可能是更多的音乐方向是在，核方向还有摇滚这一块。摇滚。对，所以说呢，本身我又是一个特别崇尚军人精神的一人，所以说乐队的哥几个也特别的血性，那么就把它定性为29军团了。非对常对对。刚性的一个名字哈。对，29军团。那么今天也是29军团这成立以来第一次，也是正式的一次演出，也是一次汇报演出。跟大家的第一次见面和亮相。对对对，是这样的。好，那我觉得随着这个乐队成员跟大家的见面哈，我觉得2017年12月19号的这一天变得更加的有意义。不仅是孙浩宇新歌的一个发布的第一天，同时呢，也是他的乐队的兄弟们跟大家第一次的亮相和见面。好，非常感谢乐队的成员们，谢谢你们。那下面呢，要有请这个工作人员献上鲜花。谢谢，谢谢博雅环球影业给我们这个平台，给我这个机会。好，谢谢你们，谢谢，请大家稍作休息。浩宇啊，我知道你除了这个组建乐队之后呢，哈，还创作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比如是，说《生命之枪》、啊，生像命我之一样枪，爱他这样非对常对好对。听的作品哈。那你觉得这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来支撑着你不断的突破自己，不断的创作呢？我觉得根源是源于热爱，热爱，还是喜欢，对，没错没然错。后也愿意把自己的情感去写出来，唱出来，引起很多人跟你的这份共鸣。共鸣。对，因为这个东西它可能是很微妙的，对，但是你要抓住它的这个点，其实有些时候是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是。对，会开心，是这样。所以一路走来还是源于自己对专业的热爱哈。那说了这么多，不如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浩宇来带来他的歌曲《像我一样爱他》，请大家掌声欢迎。像我一样爱他，好不好？来，像我一样爱他。我觉得，这首歌的节奏还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拍拍手，热闹热闹，好不好？因为做的实在是太没意思了。来，像我一样爱他。走吧，向幸福出发，微笑着去吧，我的叮嘱你记住了吗？傻瓜，我不会
会怪他把我忘了吧，伤爱就留在回忆里吧，结果已分晓，胜败不重要，感谢你能陪我把梦燃烧，拥抱忍住泪不掉，我会真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恭喜恭喜。恭祝博亚环球影业的签约艺人孙浩宇的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我是潘粤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大家好，我是马倩怡，我是实验这堂里的乐乐，我
大家好，我是高健，恭祝博雅环球的签约艺人，我的好朋友孙浩宇的单曲《多少人发布会》能够圆满的成功，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支持，加油！大家好，我是梁超，在这里呢，祝博雅环球签约艺人孙浩宇的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大家好，我是金志文，在这里要祝博雅环球签约艺人孙浩宇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悦，在这里祝博雅环球签约艺人孙浩宇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大家好，我是徐龙，在这里祝博雅环球签约艺人孙浩宇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大家好，我是赵达，祝博雅环球签约艺人孙浩宇的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请大家多多支持。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定慈，在这里祝博雅环球签约艺人孙浩宇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请大家多多支持。Hello， 我是歌手袁好弟，好人的好兄弟的，在这要祝博雅环球签约艺人孙浩宇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加油！大家好，我是旭日阳刚刘刚，在这里祝博雅环球签约艺人孙浩宇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希望朋友们多多支持。大家好，我是陈宝元，我在这里祝贺博雅环球新签艺人郑浩宇的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个好兄弟，恭喜恭喜。大家好，我是北京卫视主持人曹阳，在这里呢祝愿博雅环球的签约艺人孙浩宇的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在这里我要祝博雅环球签约歌手孙浩宇新歌发布会圆满成功，朋友们多多支持。大家好，我是叶静，在这里呢祝博雅环球签约艺人孙浩宇的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大卖大卖。大家好，我是魏翔，在这里祝博雅环球签约艺人孙浩宇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Hello， 我是洪天照，祝博雅环球签约艺人孙浩宇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请大家多多支持。Hey， 大家好，我是大爱进行过的时候，我们又见到他的手的折脸了，再次恭喜浩宇的单曲多少人就要发行了，祝浩宇在未来的星途上一帆风顺，加油！恭喜博雅环球，恭喜孙浩宇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是吴昕。大家好，我是天堂乐队主唱雷刚，在这里祝孙浩宇新歌《多少人》发布会圆满成功，也祝博雅环球影业越来越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那刚刚浩宇为我们带来他的歌《像我一样爱他》，我想这是一首非常深情但又富有很多感情的一首歌哈。我想在座的这个朋友们听了这首歌呢，也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动。那刚刚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前方好友发来的视频，我想正是因为有歌迷和好友们的不断支持和关注，才会让浩宇在这个音乐创作道路上越走越远，不断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那今天呢是孙浩宇的新歌《多少人和我一样》的新歌发布会，那接下来呢我想把浩宇再次的请上台，一起来聊一聊他创作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再次有请浩宇上台。浩宇，我想问问哈，就你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呢？是这样，这首歌当时是在录音棚，然后我跟那个春阳，我跟春阳在一起在工作，对，在录音，在休息的时候，然后他说哥，我最近写了几个歌，
然后你听一听。好。我说好啊，然后我就听。哦，好多音源。当我听到这个歌一开始还没有这么成熟，这么饱满的时候，只是一个 demo， 特别小的 demo， 因为词曲什么还是那时候还比较乱。然后我说，哎，这歌有意思，我说研究研究。然后我就跟他一直折腾了好久，终于这个歌呈现出来。春阳，我觉得这次是应该邀请他上来，这也是我的好兄弟。好，下面有请春阳上台。侯春阳，这也是国内也非常优秀的混音师。哦，也就是你们一起来创作这首歌的是吗？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型。对，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做混音的。哦，对，也就是在音乐制作的最后一关。对，然后呢，其实不然，写歌写的也特别好。其实我很少就是去别人比如说写个曲或者我写词这种很少，基本我都是自己创作完成。但是有些敏感的东西只要一出现，你就肯定会觉得它是对的，它是好的。没错没错。聊一聊多少人吧。来，好，大家好啊，很开心那个在这跟大家见面，因为我们这个做这个东西都是那个经常在棚里，很少有机会出来了。然后这首歌呢，多少人和我一样，其实这个真是浩宇，他是比我宇哥真是付出的特别特别多。因为这首歌从最初的一个 demo 到最后成型，然后这个期间啊，这个宇哥真的是无论是财力物力，而且是个人情感方面，真的是他是努力是最大的，而且也给了这首歌很高的一个期望。然后希望这首歌最后在各大平台线上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然后希望本次发布会圆满成功。好，谢谢春阳，谢谢春阳。那请台下稍作休息，谢谢你。那刚刚其实春阳也提到说，你为这首歌也付出了很多。对。那我觉得可能在这背后也一定有你创作的一个心路历程，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分享？是这样，这首歌其实很早就已经，就我们俩已经弄出来了。当时因为还有一些旋律上的一些东西，我认为不妥的，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敲 ，OK 了，这可以了。那下一个就开始编曲。编曲又遇到了很多问题，很多的一些想法。其实最重要要说的就是这个歌的在后期制作，基本国内最顶级的混音师全部混过了。对，这首歌到今天一共混了6版。哇。对，一共混了6版。对，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都是在不断的推敲，不断的去琢磨，一定要弄到最好的一个状态。达到最好的。对对，因为这是对我自己，包括对春阳以及很多听我歌的朋友，最重要的一个交代，我觉得是这样，一定要把最好的品质送给他们。对。可以看出来，你对这首歌也是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和精力哈。那其实，在刚刚，浩宇也说他之前是玩摇滚的。对吧，现在也是依然在玩摇滚。那你之前有发行过比如说超越自己，像我一样爱他，还有这个城市月光等多部作品。那我想知道这一次多少人和我一样，与你之前的这样的一些歌曲有什么不同吗？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它可能更能体现我内心柔软的一部分，因为一直以来包括超越自己、生命之枪，因为超越自己马上就要发，对，超越自己都是一直是冲冲冲打打打，一直都是很励志然后激励人的。对，但是从来我是很少把自己内心的这一小部分去拿出来去我其实是还有这样的一面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对，是这样。所以这首歌可能更把一个更真实的自己，或者是内心深处不被大家发现的一样一个自己向大家展示出来，是这样吗？对，展示不一样的自己，这也是我来到博雅环球这个平台上的一个词蜕变。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绽放的一个过程嘛。所以说，今天站在这里就要享受，对，享受当下。其实我非常喜欢歌词里面写的这样一句话，说多少人能和我一样，为了梦想孤独去流浪，独自去流浪。那我想这也是在描述你在追梦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心理，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感受，可以这样理解吗？其实这首歌唱的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在唱，但是可能听的人会感同身受，有很多共鸣。对，因为我相信每一个漂泊在异地他乡的人，对生活、家庭、事业，可能都会各个方面他都会有共鸣。也就是在所有追逐梦想的道路上的朋友，通过这首歌来给他们引起他们的一个情感共鸣，同时也给大家来带来一个精神力量，一起来大家
帮助大家或者是鼓励大家在追梦的路上不断的前行。对，那我其实我很想问问浩宇在发布了这首歌之后还对这个自己未来的音乐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和规划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因为音乐是对我来说是非常热爱以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慢慢来做嘛，因为有些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就 OK 的，没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肯定一直要做下去，是，然后朝着我想象那个方向，我认为我爱他，那我就会继续去写他。所以说很多人都，我在座的有些朋友可能都知道，我经常晚上四五点五六点才休息。哦，对，是创作吗？ 我上午，对，我在写东西，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在写东西，那么我也不太发这样的，我晚上在写东西这样的状态，对，给大家。然后呢，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生活，所以说，我劝过自己要不要这个调整一下，或者是怎么样？哎，调整过一段时间，但是发现，其实那个时候的创作感觉，还有晚上创作的是截然不同的。其实我问我自己，那我热爱，对吧？那我就要做出牺牲，对，那没办法。所以说，创作这个事情是这样。当然我热爱他，所以说我付出再多我都是值得的，我觉得。嗯，可能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吧，才会让你在这个音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嗯，那其实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视频当中很多的好友发来的祝福，同时呢今天在场又来了很多的朋友来支持你哈。那就像浩宇说的，在这个音乐道路上他结识了非常多的音乐朋友，这其中呢有非常亲密的音乐的友人，同时呢也有这个业内非常赫赫有名的前辈。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有请著名音乐人吴孟吉老师来上台来跟我们简单聊几句，有请吴孟吉老师。好，吴老师，请您简单评价一下孙浩宇。因为以前参加这个，通常参加这个唱片的发布会也好，或新歌的发布会也好，通常没话讲的时候，总能最后讲一句祝这个唱片大卖。然后现在呢，也没有特别实际的这个唱片的载体了，都变成在互联网上面免费的试听啊，免费的，是免费的吗？这次还收费的？我们可以收费，也可以免费。那到底收费还免费啊？反正现在都会免费啊，或者收费也行，我觉得。那其实就是说，那通常这样怎么祝福呢？那先祝这个浩宇的歌给更多人听到吧。100万够不够？200万，啊，就更多的人能听到这首歌。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然后那个前两天正好我也在，好像周六吧，周六我也在这边正好有一个歌唱比赛，然后做评委，然后正好有一个哥们唱了一个歌叫《北京北京》，然后他的那个力度啊，用猛了过后呢，我当时开玩笑，我跟他说，虽然。很多为了梦想来北京的人对北京这个城市是叫做有一种咬牙切齿的爱啊，但是呢你不能咬牙切齿的唱这首歌啊，所以在座应该有很多有可能并不是北京的啊，都是外地过来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就很多来北京打拼梦想也好，不管做音乐的还做其他的，那若干年过去了，我觉得看到有很多人又离开了，然后很多人又来了，然后很多人都是为了梦想来，我觉得大家都会对北京应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又爱又恨吧，我觉得是这样。那所以我觉得经常说梦想说理想说的很多，所以我觉得浩宇不用担心，因为很多人跟你一样啊，他们都在追寻着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啊，所以我觉得你的歌一定会有共鸣。好，谢谢吴老师，谢谢吴老师。那其实我想浩宇带来他的新歌，而通过吴老师的发言呢，我又重新对梦想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诠释。那接下来呢，请各位稍作休息，我们下面就有请这个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启动仪式，
那今天呢，让我们来有请是博雅环球影业的 CEO 向宇和博雅环球的这个影业董事长胡博先生，还有博雅环球影业董事郭强先生，还有博雅环球影业董事郭亚辰先生，以及著名的音乐人吴亚奇老师一起来上台，来开启一个我们新歌的一个启动仪式，有请他们。然后请再次请我们的乐队成员们也一块上台，一起来开动我们的启动仪式。好，让我们共同举杯庆祝浩宇，多少人和我一样发布上线。好，谢谢各位，恭喜浩宇新歌正式发布上线，谢谢各位，请各位台下稍作休息。接下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下面就要有请浩宇和他的乐队成员们为我们带来他的新歌《多少人和我一样》，掌声送给他们。多少人和你们一样，也和我一样，来。在车厢，连梦也被摇晃，也曾感到孤独凄凉，破灭了希望，才知道绽放总会有人欣赏，就算是枯萎也应该去赞美，战胜心中的鬼，伸开双臂，我才能够高飞。多少人能和我一样，为了梦想独自去流浪，岁月无情的沧桑，纵然彷徨，一个人大声的歌唱。多少人能和我一样，风雨之中坚强的模样，多无尽的伤痛的道路上，躺在车厢，连梦也被摇晃，也曾感到孤独凄凉，破灭了希望，才知道绽放总会有人欣赏，就算是枯萎去赞美，战胜心中的鬼，伸开双臂，我才能够高飞。多少人能和我一样，为了梦想独自去流浪，
户。这首歌太有力量了，就像歌词里说的一样，多少人和我一样能在追梦的路上孤独。我想其实每一个人在追梦的路上都充满了喜怒哀乐，但可能在这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坚持和热爱。那今天呢，也祝浩宇的这个多少人和我一样打榜上线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谢谢。谢谢。那下面呢，有请这个乐队成员上台，走上台前，然后请各位嘉宾上台一起来合影留念。有请胡博先生、郭强先生、郭雅晨先生和吴梦琪老师，有请你们。浩宇的新歌《多少人和我一样》今天就正式上线了，大家可以从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等音乐平台下载收听。同时呢，还要请大家多多关注由高进作词作曲、由胡博先生与郭强先生合唱的《不强求》，也将于12月26号正式上线。多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那本次的新歌发布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参与和光临，谢谢你们。下面呢，有请所有的媒体朋友来到台前进行采访。媒体朋友们可以来到台前架机器，稍后进行采访。也许你看不到为你担心的朋友，一切事都有理由，不勉强也别强求，是非人缘或无心插柳。既然无法逃离的事情，何不勇敢地抬起头？人生苦短，聚散有时，要好好的守候。喂喂喂喂，这收声音的，拿你，我拿不了这么多，这收声音，然后谁说话吧，这是声音的是吧？哦，收音人家，好好，收音人家，收音人家，对对，坐坐坐。好好，
收呗，哥。这爆了，哎多少人和我一样是写给我自己，同时也写给所有漂泊在异地他乡为事业在奋斗的人。对，是这样的。对，因为我比较喜欢听比较重的欧美音乐多一点，像什么 Nickelback 呀，包括林肯公园啊，这个东西都比较多。对，这首歌完全我觉得是中国式的旋律，还有中国式的情感表达方式。对，我觉得真的是把我内心当中很柔软的一部分拿出来啊，然后我和我的乐队一起把它表现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希望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孙浩宇和一个新的二十九军团，那么展现在大众的面前。因为我们接下来音乐还会继续做，我们的主要风格还是以这种摇滚为主。明年会有一些的音乐节的演出，还有我们的巡演，对，我们自己乐队的巡演，啊，是这样。对，所以说有这么多好兄弟，这都是跟我一起打拼好多年的兄弟在北京，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也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我们的这支乐队的音乐。故事就是因为我跟他还有我们的吉他手张胜功，然后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在音乐这条路上去走去闯，真的是没有为自己这份热爱所干一件事情，那么这支乐队当然就是这个热爱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标志了，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对于音乐热爱的一种真情流露的这种情感，所以说我们才会去来组建这样的一支乐队，把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以及每个人对音乐的认识重新组装到一起，然后做成一个战队，然后去做更优秀的音乐和作品，让更多人听见。对，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还行吧，就是因为不管它好坏，音乐这个东西是要做一辈子的，它也不在于一时，今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对，所以说我相信哥几个也是一样的，就热爱这个东西肯定会一直做下去，对。一年比一年好，这个单身的赶紧脱单，然后这个把演出做起来。把我们的作品做起来，然后演出多多，然后被更多的人接受我们的音乐，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对，今年最大的收获首先是能够进入博亚环球这样的一个特别强大的公司，其次还有我这堆好兄弟二十九军团，这两件事情是我认为收获最大。对，当然还有今天这个发布会啊。OK， 谢谢。谢了。谢谢各位啊。